面对平淡无奇的剧本，他总能化腐朽为神奇。在应酬中，他也总能以幽默化解尴尬氛围。即使偶有拉扯，讲的笑话不好笑，没人笑，我们也会听见他自己的笑声。那是一个很特别爽朗的笑，让人特别的怀念、疗愈、令人放松、令人开心，也令人怀念。上车喽！上车喽！